此事与你无关，你赶紧走。别骗我了，知道你是想保护。你想多了，我只是觉得你碍事而已。少骗我！我要把他带走。不必，此事现身，前功尽弃。在连山的时候，若不是因为你过于身份，也不会束手束脚，失了先机，丢了证据。哎呀！ 还有你叔父，若不是因为他，我阿爷也不会死。二郎在怪我。对，我就是怪你。自从与你成婚之后，府上就出了那么多事情，你离我远一点才是对我的好。二郎这话是真心的吗？请问你是百里二郎吗？ 认错人了，他在干什么？